陈佑哲，再分给李盈峰，投进一个三分。李盈峰也把握住这个三分的出手机会。对，在身材上面，永胜就比较高大，也比较精壮。李盈峰再一步跳投两分有。李凯燕跑在前面哦。李盈峰这次切入虽然速度不快啊，但最后还是拿到两分。对，看在意的是他的手肘。对，因为在这种球员收球以后，规则当中是不允许用手部去清出空间的。对，因为目前今天瓜口还有陈胜杰的进攻并不是特别的理想。李盈峰右边底角再来一个三分球，现在比分差来到了双位数的11分。外教可能没有看过啊，敏哥跟他说不要怕啊。最后比数就停在94-89，主场的新北国王本季第二度交手还是击败了梦想家，而且拿下一个开季的赛季3连胜，也是这个礼拜在新庄主场开幕周的2连胜，两场比赛都拿下了胜利。